人一样呢，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的崂山就不亦乐乎啊，厉害了、啊！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前运超人，愉快开幕！我们的前运超人也马上登场，什么任务让他们全副武装？他们又用的什么武器能做到百步穿杨、弹无虚发？这个力度为什么这么大？对呀、啊，我把机关直接打爆了。是，知道前运会在我们山东济南召开，所以很多朋友投身到了这个志愿者的大潮中来。是，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志愿者当中比较特立独行的，都是翅膀，身怀绝技啊！哎，他们是做一种保全的这种职业。人家都讲说他们其实用的这个武器啊，其实我刚啊，高科技，先别讲武器，高科技嘛，一定是从来没有曝光过的啊。其实董哥你不知道，今天来我们现场呀，我们现场也有保全人员呀。哎呀，你要不看着啊，如果万一出了状况，他马上就出手，而且你看不出他们拿的是什么武器。越说越神乎了，你讲这么非常神，想见一下这几位，越看越具很神秘的感觉。我也想看一下，掌声有请我们这几位比较特殊的想从事保全。对，来有请，吴启明、吴启明、魏正志、哇，飞虎，哎，帅耶！哎呀，战士背心啊 ，M65的冲锋衣，从脚到头，他们装备到几乎连牙齿都装备到了。而且你知道最关键一点，三个人上来之后就感觉到有点冷。哎，有一种震撼哦，那种 bodyguard 就是负责维安特种部队的，都是很寡言的，就从这个装束来看，他们干什么是不是绝对的高科技啊？那如果是高科技的话，我觉得这个武器应该在眼镜上。眼镜这个秘密会不会是因为眼镜这么一摁会有一个激光束出来？来，大兵觉得呢？哎，我倒觉得他们既然是有志于从事到为我们全运会保驾护航的保全志愿者的行列中，他们不可能配备那种军用的这样的设备，可能用的是比较民用的一些防身设备啊，是菜刀吗？是狼牙棒吗？不，你不会觉得穿着这样拿出一个菜刀？闲言少叙，哎，来看一下，我们来数个三，好啊，大家一起来数个三，有请几位一起把你们的装备亮出来，好吧？亮出来，让我猜一下，很期待啊！很多观众在猜啊，一、二、三。不是吧？这不就是小孩玩的弹弓吗？难道这也能成为武器？弹弓啊！成年人玩弹弓的也不丢人，是啊。所以几位可不可以把墨镜就摘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庐山真面目，好不好？对呀。哇，好帅啊！为什么一把年纪的人依然会乐此不疲的来玩这个弹弓呢？就表示他有他迷人的地方啊。我想知道到底玩这个弹弓玩到一个什么样水平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邓飞虎来自武汉，本身是一位农民，在农活中练习弹弓已经15年，特点就是金速中的飞针射击。胡景明来自新疆，在部队中练就弹弓功夫，特点就是速度快，力气大。陈荣志来自上海，职业是一名工人，曾经代表中国参加日本举办的亚洲弹弓比赛，特点就是精准。看了刚才的短片之后啊，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场上的三位可以说目前咱们国内啊，在这个打弹弓界那是翘楚。你们看到了，特别是中间这一位，对呀，的行头就是。大家看到了没有？在裤腿上也是一个弹弓的形状。还真是弹弓哎！哎，包括他这个口袋，哎，弹弓，哎，弹弓，转过身也弹弓，这个也是弹弓哎。弹弓品牌，哎呀，啊，弹弓是戴帽子的，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自己设计的。三个人当中啊，他打扮是最个性的，陈先生。所以说你们三个里边，你就是最厉害的，对吧？
不敢这么说，我有我的一个特点，应该说都是一个老顽童。你是大别，你问这个问题不挑刺儿吗？旁边那两位心里肯定不爽。不挑刺儿的话，怎么样让他们三个人在场上能够比拼起来呢？有一个小设计很好，既然是全运超人，是为了契合我们全运会在济南召开，是要不然我们场上举行一个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弹弓运动会怎么样？咱这样的，咱首先弹弓的是速度比较快，速度快，咱们就比比他们谁的速度快，好吧？速度快，好吧？哎，啊，好好，还有准，哎，这样你们挨个打啤酒，十个啤酒，然后每个人呢都给他打爆，之后呢，我这边有计时，看谁的时间最短，谁就在这一轮当中胜出，获得优胜。三位都是中国顶级的弹弓王。每个人都有擅长技能，但三人首次机会就要进行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每人都想捍卫自己的荣誉，谁能够更快，谁能够更远。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拥有华丽丽啤酒肚的普先生用多长的时间打破十个啤酒瓶，我们三二一计时开始。好，朱先生没有打着，请继续，并没有打中。哎呀，还是没有打着。来，我们一起给朱先生加加油。好，现场的观众啊，为你加油。好，哎呦，这个力度为什么这么大呀？对呀，能把一罐啤酒给打爆了。朱先生铁蛋的力度上的啊，没有成功。哎，打对一个洞，然后打破就算是胜利。没有，还没有成功。继续加油，加油！不要紧张，咱时间还是有的啊。啊、哦！我操！我们在想这多亏是啤酒瓶儿，他这一个钢珠打过去，就感觉一个砖头扔过去一样啊！啊！哎呦，没有，这个一次俩呀、啊，没有，漂亮！但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难度。我想应该掉地下算吧，麦姐。哦。哎呀！哎呦，好可怕的！哎呀，特别可怕！而且你看这钢珠飞行的速度非常的快，和子弹一样，是根本看不清楚。哎呀！哎呀！哇！好，加油！目前还有两个，最后两个啤酒瓶。哎，目前还有两个，加油！哇！越来越顺手了哈！哇，最后的一个，最后一个，加油啊！好，胜利！大鹏宣布一下时间是2分21秒，哦，可以了，可以了，2分21秒，请告诉我们你对现在这个成绩满不满意？不满意，因为从来没有打过啤酒瓶。我观察到他一边打，脸上有一种不忍的表情。但是我跟你讲，崂山啤酒不亦乐乎呀，我们用的全都是崂山啤酒。是。而且咱山东人从来不浪费，这全都是国企的，我跟你说啊。哎，不浪费，不浪费，国企的啤酒。那蒲先生，你这样的不要那个气馁，因为两分多钟嘛。接下来还有两位师傅呢，他们也许没有打过这个啤酒罐啊，也许成绩还没有你好呢。对。要不然我们先把那个老牛仔先生请上来试一下。哎、好。来了。我们计时开始，三二一，开始。哎呦，哎呦，擦了一个肉，但是擦了个边，把这个啤酒罐给打动了。哎呀，其实杨先生这个准劲儿达到了，是，但是呢，没有把那个啤酒罐给他打破。哎呦，你看到没有？所以